回到了就是我刚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。今天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也来了，他是我在2013年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就认识的词作朋友。锦衣，他在二楼，不知道能不能，好，他跟我招手了。锦衣老师，其实我也没准备哭的。锦衣老师，就可能想到这样的感受吧，也让我自己好像回到了10年之前。那接下来还是继续唱歌。好，喝口水吧。好，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首小甜歌，在线下也非常少的演唱，《窗前明月光》。小甜歌。